应该是想要看详细一点啦齁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还是想看 QMO 用力压弹？并没有。Tactical Barracks and Raid Marksmen， 所以他们是可分解的，一点一点的，那就是它的矿物质。老实讲，他们的弹有个特色，很硬，很硬，很硬。好，但是，啊，哦，哎，他们点是只有裂开而已。一起到野外吧，走。好，再来。来，喂，这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真的硬，受到周遭的颜色，让你比较看不到东西。对我啦，也会比较吃力一点。一部分所得，他们是会捐给低收入户的儿童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点真的很棒。